Natiksi.新秀燃爆新热场，我是本场金阳主播念想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喜欢看唱歌跳舞的可以点一下九九二官方预约，在这边有一个橙色预约，点一点。喜欢念想的可以点点念想的关注，电脑在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我，手机在左上方的黄色带加后爱心关注，点一点。辛苦我们飞雕哥哥了，辛苦大家扣了六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。我们还有六分钟，然后跳最后一支舞蹈，一会儿大家不要走开，九九二接下来会有满朗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
跳一个不开那个双面镜的吧。头发乱七八糟。
在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没有打勾打一个勾勾，手机在左上方的黄色再加后爱心关注点一点。好的呀，然后大家不要走开九九二，接下来会有我们的朗朗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